OK， 兄弟们，欢迎来到我们锁定第一魔丸寨的一个测试呀，我们就测试两个宝宝好吧，因为这些宝宝的话都比较常规，我们就测试两个宝宝，我就想测试两个宝宝。第一个宝宝出其不意的一个须弥，出其不意加一字加禁忌法宝的一个须弥。第二个的话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杀人力劈，我们看龙神能不能扛住这三刀好吧，杀人力劈。还有一个善恶有报出其不意的一个高攻的一个凝刃，我们就看这三个宝宝好吧，看龙神的话能不能顶得住我们这三枪好吧，对吧。我们开局的话带一下这个宝宝，开局随便带个宝宝好吧，开局带个雪宝宝吧，开局带个雪宝宝。我们看一下龙，我觉得龙神真的这三个宝宝都扛不住好吧，就三个宝宝看一下龙神能不能扛得住。我们得先把小怪清掉啊，对，得先带个宝宝先把龙神的这个小怪清掉。 OK， 我们来看一下龙神，三个宝宝挑战龙神，看一下老板的宝宝有多厉害。我靠，紧张了，我靠，没有找到龙神。 OK， 我们来切啊，切到龙神的一个视角，我们先把这旁边的两个小怪给清掉好吧。我们来看一下龙神能不能扛住宝宝的三连击，三个真火6000多。 OK， 宝宝连击OK， 很稳。哎，这三个宝宝是真的猛啊，好吧。他这三个宝宝是真的猛啊，对吧？出其不意的须弥，对不对？出其不意的善恶有报，然后须弥加杀人力劈啊，这三个宝宝应该很厉害，好吧，很厉害。OK， 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先把两个小怪给干掉。OK， 对不起啊，兄弟们，再重新来一次，我操！不要嫌我墨迹，再耽误兄弟们一分钟时间。万忌带法宝了，我靠！法宝没有带啊，兄弟们 ，sorry， 好吧，紧张了，好吧，法宝没有带，出去带个法宝，带个法宝，再战江湖，兄弟们，法宝来一个，我们来一个，对吧？对吧？好戏不怕晚嘛，带个法宝，崇明战鼓，给我鼓一鼓，对不对？加一下伤害。 OK， 我们继续切入战斗，来龙神高起来。 OK， 带完法宝之后快速把小怪先清掉，不让主怪受到伤害是我们的唯一目标。一下 OK， 我们再把这两个小怪清掉，我们先出须弥吧，好吧，先出须弥。啊，这号这全号的话我估计也不便宜啊，这个号啊300W 的话差不多吧。来，就这哇，单烧一下18000，兄弟们没有流进18000，哥们亲哥。 OK， 最后一个小怪我们清掉，直接上我们的三个杀人宝宝，直接来一把三板斧，来8000，没有法术暴击。 OK 有请第一名参赛运动员，三个宝宝秒龙神系列第一个参赛运动员，是哪个运动员呢？我们先介绍一下，出其不意全灵力的一个须弥出其不意禁忌法宝，我们先让他直接就不用叠一字了，直接出好吧，顺法来，哥们10000秒起，一下10000，我就这伤害，兄弟出其不意秒对面秒10000。 OK， 我们来换一个善恶有报好吧，善恶有报出其不意的凝刃，没有使用过技能的时候增加15%的伤害，我靠，凝刃的出其不意来。 OK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把，我觉得力劈都不用出了，兄弟们真的来一刀轻中玉。 OK， 一刀13000，没有出暴击啊，出暴击的话这个上号有爆出暴击的话得有个3-4倍的伤害啊，打个3-4万都有可能的。 OK， 最后一把力破的一个杀人力劈， OK， 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实现一个绝杀三板斧嘛，100%绝杀，没绝杀我吃死。 OK， 力劈搞定，没搞定炮哥吃死，来一刀轻中玉9000，真的这个号特别强好吧，这个号特别强啊，兄弟们觉得这个号实至名归的兄弟，真的第一魔丸耍起，炮哥从此退隐江湖好吧，兄弟们再见，今天也多谢兄弟提供的账号啊，真的
也很看得起我，好吧。OK， 战号的话就暂时到这边了，兄弟们再见。